贩售简易型的单边犁。哦，这是简易型的单边犁，哦，那也是32型使用的。好，哦，啊，犁尖也是尖的。啊，通常呢，你说那个简易型的单边犁，哈，哦，你要怎么叫？你就是我们朝着那个犁头的正后方，哈，哦，然后你是要看你是要左边的还是耳朵是撇左边还是撇右边的，哈，哦。那像这只耳朵是撇右边的话，通常都是高。修边的花边啦，就是岸边，把花边的头更高里吧，我们就会用左撇左边的那个岸边里哈，撇左耳的啦哈，它左边是撇出来，撇左耳在勾小边那个岸边的岸用的岸边里哈，好撇左边的，那撇左边也是通常比较多人叫的，啊，那你如果对这个撇左边的小边的岸边里有兴趣的话，它这个头也是32型的哈。它高度大概在65公分左右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跟我向我订购哈，我再给你一一的报价哈，感谢大家。